现在新时代的人叫做能量，老时代的叫什么？叫气。道无古今呐、啊，道没有古今，因为古今谁创的？就道。所以道有没有古今？道没古今呐、啊。所以修道有没有老时代跟新时代之差？没有。就我们自居新时代，认为老时代不通用，纯粹是完全不了解道。好，好，道是一个能量。那我这里我要花一点点时间，我要解释一下，人能量有什么重要？我们常常说要养气呀、啊，我们说要练气呀、啊，就是积聚能量，对不对啊、哦？为什么会常常提到这个名词啊？这个能量越强盛，这个人的精气神呢越饱满。那精气神越饱满的人呢，他有些特质，精力比较畅旺。哦，像这个年轻人说，哦，最近很奇怪，做什么都不觉得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累。那表示这个精气神养得还不错，对不对啊、哦？这个除了这个现象以外呢，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他的情绪，正向情绪比较多。他比较安稳。那当一个人的能量越消散的时候呢，就第一个他有气无力，走呢走不动，爬也爬不动，玩也玩不起来。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现象呢，就是他的负面情绪会非常活跃。啊，你动不动想哭，你动不动想要闹，你想要嫉妒，你想要闹自杀，你跟这个合不来，跟那个合不来，一点点的事情，他的七情六欲七上八下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内在巩固的因子正在溃散，而那个活跃的因子非常畅旺。那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说阳性跟阴性的差别。阳气越盛，他的正向能量越巩固；阴气越盛，他的负向能量越坚强。负向能量越坚强的人，就是我刚刚所说负面的情绪非常旺盛的人。正向情绪强的人，就是说他这个受环境考验哦，他的那个心性呢还可以非常的稳定，这是最基本的特质。所以现在的人啊，忧郁症你看这么多，躁郁症这么多，就基础上的因素都是因为精气神大幅已经衰退的原因。那衰退这个字也许不恰当，为什么？它指的是阳气的衰退，但是阳气的衰退正等于阴气的什么强盛。它只是能量转成那个方向而已。那这个能量呢的强弱呢，攸关非常重大的哦。比如说，这个一个人能量非常强，佛的头上不是一个光吗？对不对？甚至遍体都是光，那就是他能量很强。那能量最强盛而最纯洁，就是当佛嘛。那你纯洁度差一点，那么可以当个这个七天的仙嘛。那我再差一点的话，可以当个人间的人嘛？再差一点的话，还有畜生道，还有四生、化生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做这些道嘛。那我们现在同样为人，那大富大贵的人，他前世的能量积聚得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到哪里都动辄得救，有没有？谁看都讨厌，这是因为我们负向能量呢。虽然是作为人，可是跟人的这一群来相比呢，我们负向能量呢强，这跟富贵荣辱啊。都有很大的关系，就是你身中的气柄这一股能量。好，所以怎么样积聚内在的能量，就是这个气啊，精气神是修行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。那好了，那现在怎么样可以有好的心情？从哪里来？从锻炼我们的能量，累积精气神，从这里来。那你怎么样可以让你神采奕奕，做什么都有趣？从哪里来？从累积你的能量来。